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，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，今日翻到嚟同大家玩呢个 Pokemon 猪童子啊。咁游戏咧，其实一开波咧就可以捉到一啲嘅准神噶啦。咁啊，包括有黏尾龙啦，同埋咧呢一个嘅多隆巴鲁托嘅。不过捉嘅时候大家要注意啦，我就呢由日头捉到夜晚喺游戏时间啫，咁黏黏宝呢就出现咗40分钟，而飞机头呢就喺我捉咗差唔多40-50分钟嘅时候呢先出现，都系同一个地方，好简单嘅啫。利欧路呢就难出少少，不过应该就同飞机头差唔多啊，咁我哋行上少少就见到㗎啦。咁呢个位置呢基本上呢三者呢都可以捉晒嘅，咁你只需要时间咁就 OK 㗎啦。嗱，好简单嘅啫，大家喺平碟镇嗰度咧望上少少啦，当然大家可以转翻呢个位啦，跟住咧你会见到咧有个湖泊嘅，有两个湖泊嘅，咁就系咧外边嗰个湖泊啊，你唔好去入边嗰个啊，跟住再教大家点行啊。嗱，你 mark 翻个位咧，好似我咁样 mark 支旗仔咧，咁就好容易到噶啦。好啦，出发啦！一开始咧喺平碟镇呢个嘅宠物中心咧，我哋咧一出去咧就可以咧骑翻部电单车嘅。咁啊，骑完部电单车咧就直接上山啦。你见到我依家呢个位置咧就系、是、向上行，系啦。你见到山坡咧可以继续左上，系啦，到咗呢个南第一区嘅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再向左边啊，转向左边。嗱，跟住你会见到咧呢个位置咧，我哋一嘢跳过去，跟住就到南第四区噶啦，就喺呢个湖边啦，冇错啦。咁就可以捉到两只嘅准神啦。呢个位咧就有两只嘅准神嘅，就系黏黏宝啦，同埋飞机头啦。最后进化就系嗰只你想要嘅嘢，系啦。而我哋咧继续向上行咧，就会见到咧呢一个嘅卢卡利欧啊，未进化前啊，即系利欧路啊。嗱，咁啊呢个地方真系好简单嘅啫，我谂大家玩咗个零钟咧，你就可以咧嚟捉咁多嘅好嘢噶啦。咁呢三只基本上咧，我谂你养爆佢都够你打爆机噶啦。好啦，咁啊大致上系咁啦。以下咧就系、是、我捉呢一个三只嘅宠物嘅一啲嘅精华片段啦。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就帮到大家。如果大家中意嘅，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
兄弟们睇到嚟呢度呢条片已经完㗎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呢，可以按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係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啦嘛。